那我今天准备的第一首歌曲是比较我很喜欢，但是比较悲伤一点。哦，那什么是重的？然后最近的活动上面比较少唱这首，那今天特别带来跟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一路上。对，刚从马来西亚回来。
有些现在去国外宣传，陆续还在去国外宣传新专辑。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啊，或者福利是可以给台湾的粉丝的？其实我还在努力写歌，所以希望如果筹备专辑的话，专辑里面一半以上的歌曲是希望是我自己的创作，然后希望赶快带给大家。
最近真的在创作，所以希望不管是单曲还是一张全新的专辑，就不外乎大家。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去我的 Facebook 乃 B 官方粉丝专页帮忙一下赞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大家。耶。好，然后我要送给大家最后一首。Come back to me. 对不对？所以你。